Ready go！ 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好的，来，朋友们，这一本20面值的票啊，国宝，我们挑战一个20面值国宝，来看这一本啊。这个是130啊，1330，130，1330。手泥。这一个是30啊，哎，这个开局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个来了。够简单，够直接，够暴力啊！直接单个的一个600啊，直接单个的600。这呢，刚才的话是多少奖？刚才是才一张奖吧，好像是。啊，一张奖30啊，这是一个600啊。600的话，我们最后给它算吧。来，直接继续啊。简单直接暴力吧，单个的一个国宝直接600，这是累计50。50加30，80。双爆啊！又来一个100的票啊！100的额外啊！哎，这个我们来继续啊，继续冲刺啊！刚才是一个80了啊，80再加20，这一个100，100，然后再加20，120。120140，100来讲，我好像只记得那个，就20面值的票啊，只有一个运8，100的算基本奖。国宝一百应该也算额外吧，看这个返奖模式，如果说不算的话，可能是不是新的又改版了。140加60，200。220。280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是算额外了啊。300。那这样没有了，这本国宝啊，1330票好啊，600一包，300的基本奖啊，冲刺一个600，冲刺一个100，两个额外双爆啊。这样这一本是多少钱了？那是300，然后加600，就一共是1000的啊，1000元，正好1000块啊，两个额外啊。好，这一波冲刺成功，来，我们下一波继续。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。